朋友，你喜欢科学吗？你是不是在想学科学到底能做什么？你看那边，科学的范围很广，从未知的浩瀚宇宙、自然环境，再到人体的小细胞，都是科学。而且科学还可以帮助整个社会哦。让我带你用另一种方式去感受科学。学习，这是我们一起达成的。用不同的方式感受科学。